今天咱们还接着讲啊。另外，同学们改一个错字，就是64页上次讲课的那个内容，我们要注意，就是64页第三行，第三行那是原文是发令先。之始窍，那个先改成一个光，发灵光之始窍。因为今天早晨我看书本的时候，我上翻一下，怎么念着这么别扭，一看是个光。今天咱们讲万物层次的浑元气，前面我们讲的是浑元子，初始浑元气，通过初始浑元气再向前发展呢，它就到了万物上来了。因为咱们宇宙的物质层次呀，最基本的是浑元子，浑元子变化变成原始浑元气，或叫初始浑元气，初始浑元气再向前发展呢，就变成万物层次的浑元气了。万物层次呢，就是咱们看到的宇宙万事万物，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世界，在这个具有我们这个实物的这样的物质，如果我们从气功高度来讲呢，应该包括咱们现在认识到的一切。可是呢，我们为了把它更确切地讲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万物层次的浑元气呢，初步的从原子层次来计算。原子以下的电子啊，怎么个量子，到了量子这个亚原子里边的话呢，怎么算，我们现在先同学们也不要问他啊，也不要问他到底怎么算，因为咱们现在对这个物质这样划分呢，还不好这么绝对的来划的。这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对实体性物质啊，实体性物质，这些物质它本身都有质量、能量、信息了，这样的物质它具备的浑元气，它的整体特性，我们就是说这个万物层次的浑元气。咱们在讲浑元气一般概念的时候，曾经谈到说这个浑元气啊，它在实体物层次，也就是说在具体事物这个层次当中，这个浑元气可以是无形无相的，它也可以凝聚成有形有相，或者说有质量、有能量、有信息这三大特征的具体实体性物质。而在这个实体性物质周围呢，又有它这个气场，在实体物当中呢，也有这个无形的气在里边流动。所以当我们谈这个万物层次的浑元气的时候，就应该这样的领会，说这个毛巾和一个笔、一个桌子，或者说咱们一个植物，像都算一个具体事物，像这具体事物都有它自身的浑元气。可是我们常态智能呢，接触不到这个浑元气，只能来我们看到这种具体的事物。将来咱们再讲超常智能技术的时候，还要全面给同学们讲，这是由于我们人的习惯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见个东西，
本来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个光里边呢有很多光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浑元气，咱们这个万物层次的浑元气，它本身也是有光的，这个光本来是能够看到的，就是由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没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因为这个我们刚刚生下来，对外界这些事物都能看得到，都能接触得到，都能接触得到，也可以说能够感知它。不过我们在生活习惯当中呢，比如说将来你们一看我，很小的人一看我们这人，这人老大，这个人和他当中都连着的，没有这个空间概念。因为现在心理学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啊，新生儿看到的东西，一看那个红的，看这个红的，本来这个笔是红的，可是他一看到这红的，从这儿到他那儿，一直都是个红的，当中没有空间。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你看小孩子拿东西啊，给他东西老远，就是当他会动了，两三个月以后，或者三个月之后，拿个东西一比，小孩子那手够。那离个老远，为什么就要够他呢？在讲意识也还讲这些问题，就因为他看这个东西，他不懂得有空间。这个红，从当中一下就都是个红，拿手一摸，摸怎么多少次反复重复，啊一摸没有，一摸没有，摸啊慢慢当中这个空间有了，啊拿手一摸摸到它了。看到这个红，这个红的东西，要这个形象一摸，哦，摸着它了。看有时候拿手一摸到这儿就抓，到这儿就抓，抓没有，这儿本来是个红的，一抓没有，一抓，哦，这么抓，慢慢的这个红的呢有了。通过触觉，就把它的具体的形体定位给定上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么从小的时候的慢慢养成的习惯，拿手一摸感觉到它了，啊，它感觉着它，拿手一摸才感觉着它，感觉到之后慢慢，哎，就定了，习惯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才是这个东西，这才是那个红，这个红笔，这个红笔，周围这都不是，没有，是没有的。所以慢慢就把那些个气的光啊，这都是他脑子里边给他抹掉了，本来是有的，他就没跟你讲这些问题，没人告诉你，在脑子里没有重复它，也没有发现周围这个气的作用，这个呢就慢慢的脑子里把它固定上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浑元气，这个万物的浑元气，它本来是有的，周围都有它的气，有它的气，可是就我们的事呢，由于常态只能他把它掩盖了，这个常态只能是我们认识这个具体实物的实实在在的事物的这样的智能，所以这个浑元气我们就感觉不到它了。实际来说呢，万事万物在它里边，在它外面，在周围都有这个浑元气。原来我就让同学们呢，二年级同学咱们讲过呀，你早晨起来看看太阳，然后你再看树，那树周围这么一层雾蒙蒙的，你本身的气越足，你那个脑子里边分辨能力越强，你看那个树周围那个雾气昭昭的那个东西越范围越大，你本身气越弱，所以你的分析能力就弱，你看那个树那个气也小，当然了，那个气，那个树的气的大小和那个树本身的生命力的大小，那个树的大小也是有关系的。但是不仅仅是它的关系，你身体不行，气儿少，分析能力小，你也看到就少。就好比咱们近视眼一样，都有眼睛，
人家一看，离了100米就看着了。你呢不行，10米才能看得着。人家是10米，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一丁点小小东西。你呢10米呢看那么大东西，所以你看那么大东西，小的你就看不着了吗？所以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分析认识和我们自身的功能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啊，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咱们讲的浑元气它是个整体特性，它不是咱们摸到的一个东西，摸到一个有它的硬度，有它的硬度，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功能状态，物理的化学的特性，它不是这样特性。这个浑元气它是这个质量能量信息混合到一起了，混合到一起了，各种局部特性都服从这个整体特性了，都服从整体特性了。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浑元气啊，首先脑子里边要有这个概念。当你一旦能够认识到这个万物的浑元气的时候，那么你一开始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它了，这个东西就不是它了。它我们凭常态性的这个物质特性，因为咱们认识物质是局部特性啊，属于质量的，属于能量的，属于信息的。单纯的质量特性、单纯能量特性、单纯的信息特性都不存在了。讲到这个地方，同学们可能都觉得不好理解，说那怎么能不存在了呀？怎么能不存在呢？是啊，因为咱们总跟他打交道，就是他这么存在的。你要摸要拿，就得这么动，想把打碎了也用力气。但是整体特性就不这个样子，整体特性像这些个特殊性、质量、能量性都不存在了。为了让同学们来领会这个问题啊，就只好举特异功能的例子啊，举特异功能的例子。特异功能呢，这是超常智能了，它属于超常智能的功能状态，它和事物相联系，和事物起作用，不是从事物局部特性入手的，它是从事物整体特性入手的。比如说这个搬运，特异功能可以搬东西，把这东西搬走了，用意念来搬它。我们在80年代搞这个科学实验，搞这个特异功能实验，当时人们都说没有啊，没有啊，都不称这个有啊。我们就让特异功能把这种磁铁搬走它，用意念把这个磁铁搬走。这儿放一个小塑料口袋，挺长的，一般就这么，就这么粗，这么粗，长的这么长，把那个磁铁放在里边去，放在里边去。放进之后，这边再放一个这个塑料袋，让它再从这儿搬过来，放到那里边去，然后这么搞。因为你要拿手抠出来，这么长那个这么长个塑料袋，因为这么细，那块磁铁放进去，拿手抠是抠不，你是不可能拿手把它抠出来的，你像作假做不了的。然后把那个磁铁搬过来，怎么搬？有的时候过去非常快，一说过去，哦，过去了。慢慢慢慢的，就让他说搬慢点，说慢点过去。这个特异功能的孩子呀，他说看着慢点过去，他在干，怎么走呢？你看他过来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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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比着，他过来过来过来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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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进去了，哎，一看进去了，所以说慢慢过来，有那么个过程。说那个磁铁在哪儿？就在这儿，你看怎么飘着走呢？怎么走呢？别人看不着，他能看得着啊，能看得着。然后呢，我们就拿了个检磁剂，检验那个磁。啊，磁性啊，咱们的检测技术呢，咱们这边那个磁呢，它的单位用高磁来啊，高磁来计算啊，几个高磁，那是10^-13高磁的检测剂，非常灵敏了。哎，什么？烧什么了？是咱们机器吗？还是食堂的味儿了？
啊，是的，是的，聊毛子呢啊。那个，他说雌性拿这个剪雌剂，他说在这儿呢，你拿这个剪雌剂剪就雌，他一剪他没雌，没有雌性没有。他这么走，这个磁铁，他说这么走，这么走过来了，拿那个剪磁器这么剪的吗？没有，跟着走，过去了。等一进去，再一检查，一出来之后又有了，一出来又有了。本来咱们还要给他们讲超常智能，要讲这些问题啊，它什么机理，怎么过去的，怎么起作用的，超常智能怎么和具体事物起作用。而使得具体事物的局部特征消失，而呈现整体效应。因为我们那将来讲超能原理，讲了我们将来叫意识隧道哈，将来再讲。其实先提个名字，建了这个意识隧道，一拿意识隧道过去了，他一进入意识隧道之后，好了，你就没有了，常态性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浑元气是个整体的，是整体的。它不是这么局部特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同学这个问题从思想必须明确起来，啊，必须明确起来。在以前练功啊，佛家练功叫明心见性，当你有了本事之后，明心见性之后，实际上呢，就是超常智能，用超常智能来认识到自己的，后面还讲一元体的问题啊，讲意识一元体，认识到了一元体的体性，那看到了一元体的体性，感觉到一元体的真实体性之后，那成为明心见性。但是现在有了超常智能，不一定是明心见性。据我了解到的，现在有超常智能的人，搞搬运的人，他们还都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肯定能具备超常智能，有了超常智能，如果不去返回来来检查来体验自身的一元体，而感觉到一元体之后不到这个水平，是不能叫明心见性的。超常智能可以提前有，可以提前有，练可以练出来，但是明心见性不行，那是个全面的啊，全面的。所以在传统气功里面呢，一旦练功练到明心见性了，超常智能就比较强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的这个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具体事物万事万物都不一样了。传统气功里面叫说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看到山不是山，看到水不是水，看到人也不是人。所以真正明心见性的人，你跟他说话，他除非是跟你有意识的拿过来跟你说话，不有意识拿过来说话，你真是跟他说问那个明心见性，从那个层次问的时候，你问什么，你他说的话，你要一听就是说说胡话的说话。你要说你要问他，哎，老师啊，咱们怎么练这个明心见性啊？他说句话呢，他说的那个话保证不是怎么练，你要说怎么练明心见性啊，你头上长了猪毛了，说你脑袋长猪毛，因为我头上长猪毛了。他可以随便说什么玩意儿，跟你说的东西没有绝不沾个边儿啊，不沾个边儿。他不会打你一个你可以当作练功的方法去琢磨去，他不会那么打。你也说什么叫明心，怎么练明心见性啊，说你自己去关心去，不会这么打你。你要关心你可以看你心去，他就给你说一个不着边的。为什么说个不着边的呢？因为在超常智能里边呢，那个猪毛也是一个整体的，也是那么一个气儿，那个明心见性的也是那么一个气儿，说个气儿当时说的不大合适啊，不大合适，也是那么个东西。在这个东西方面有它的共同性，所以他说什么都对，他说什么都对，你要说什么都不对，
因为你一说你就着在我们这个具体事物的局部特性上去了。你说这个笔是电镀的，好了，一电镀了具体了，局部特性不是整体特性了。所以你是开口动手变错，他是呢怎么说都是左右逢源，因为他说什么都从整体上说的，你感觉不到的，你就觉得很惊奇。所以我们对这个混元万物藏在的混元器，为什么给同学们多说一说呢？因为这是关键，万物层次混元器最不好理解，比着说原始混元器比混元子还不好理解。因为混元子你说的有无形无效，你拿意识去琢磨去，原始层次混元器也是意识去琢磨去，万物层次不行。你说有个笔的混元器，好了，它这还有个笔，这个笔你能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习惯了，你再说这个混元器里边有混元器外面有混元器，你就不习惯，一琢磨就琢磨到笔上去。大说日月星辰，天地日月星辰，地上地来说山河湖海花草树木，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混元器。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同学们这个概念必须要明确，你脑子里边经常那么想，混元器混元器混元器，这人也是混元器，密度大了，一摸我们自己躺在床上就摸着混元器混元器混元器，就摸混元器，摸着自己混元器混元器混元器，经常那么想混元器，慢慢就摸的时候呢就别摸给他了，叫混元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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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怎么这个怎么摸，这么转，你就感觉着，你就感觉你就感觉着了。拿手一摸，混元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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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摸，混元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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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的摸，不碰着它也感觉着了。你脑子里边总得想着周围这个人周围还一圈混元器呢。所以我们同学们要想练这个的，没事的眯着眼看着，睁开眼看不好看，眯着眼缝嘛。我记得在90年我在北京给亚运会集资做报告，说带着大家看气，眯着眼看，一开始第一天嘛，手长手短，拉气儿转气儿，搞了一次，他说哎呀这个真不错啊，这什么的，你们那么一拉着一看劲儿。有些个大学生们呢出去就骂街，这他妈庞鹤鸣还讲科学呢，妈骗我们，拿我们当白痴对待，眯着眼睛，这眼睛就本身它就容易出光芒，你给他们一看，你看什么的都有这么一个盲，周围一个盲，这是个视觉差，让我们看出周围是气儿。一个咱们的跟我一个朋友也比较熟了，回来跟我讲，他老庞啊，以后你讲课呀你别叫人眯着眼看气儿了。我说怎么人家一解释，你本来你讲前面讲啊发疯外气，带着耳朵都很佩服你，这一看这气儿，尤其搞过光学研究都骂你说那骗人呢，他本来这眼睛一眯，这个光线呢，这光啊眯太小了以后，他光是一个波吗，它有个波，它有个波动性啊，所以这么一眯，它这个，他说这个波动性就是能产生视觉差。你看着周围雾蒙蒙的，它本来是视觉差。我这什么视觉差？我谁说的视觉差？他现在书本都这么说，我书本这么说，咱就不去给他改一改。我们这个视觉差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已经，就认为这个事物、这个物体这个样子，你看到它。它是有光，它能反出这个红光来，你看看它，摸个它，这就是它光，这才叫光。周围呢我们就不叫了，这是我们这个习惯养成的误差，这不是视觉差，我们养成的误差啊。本来外面还有，你说外面没有，是你错了。然后你看着它了，你要说个视觉差，你看把说看着就说错了，实际你看不着错了。
你应该看着他，应该看着他。现在你没看着他，说明你这个错了。现在我告诉你，你又看着了，啊，你说这是世界差，原来你就差了，我再插回来，一插回来就对了。同学们听听这个话没有啊？你本来应该看着，应该有，现在大家说呢，说的没有，说是对，这儿没有，这对的有，有了就错了，有说本来是应该有，他说的有是错。我告诉你，你那根本就看着了，他就说我们错了，实际是我们对了。这扭转这么一个习惯势力，所以眯着眼看，看我们自己手啊，手上都有气儿，咱们二年级同学都会看呢，一年级同学也应该会看了啊。看那手，手指头都是周围，眯着眼睛看，低一点，把手放一个地皮上去啊，放地皮上去，那个拿那个把光挡上，把光挡住。这光太亮的人就看不清了，因为太亮，那个光线太亮，你侧过身去把那个光挡上，拿着对个地皮，你看手指头的周围，那就是这么一层，雾蒙蒙的东西。眯着眼，眯得越小，看得越清楚。手指头周围雾蒙蒙的东西，如果你两个手弯当时那么一对，在外面往两边一拉开，尤其中指那一拉，这么一个道道，一个气柱呢拉开了，往两边这么慢慢这么一拉开，就看看这东西，经常这么反复看，慢慢气就看着了。他说：“方老师不是说超常智能？”行了，同学们不看了啊，让咱们回去看去吧啊。二年级的同学应该都会看了啊，咱们都讲过，一年级同学的时候是新鲜点。慢慢经常看，反复看，一开始眯着眼睛看，看熟了之后瞪大眼睛看也看得着了。因为我们平时没有人教我们，也没有去练它，所以就觉得这个幻缘器不好领会，不好理解。它不是超常智能才可以看着吗？什么叫超常？你普通人平常人没有，我们现在有了就超出正当，超出正常了吗？就是就叫超常吗？将来慢慢都有了，大家都有了，将来超常这个词儿恐怕还得改啊。现在就为了学习的方便，让大家提起重视来，叫个超常。所以实际来讲呢，本来人就有这些功能，超什么常啊？根本就不超常，这个由于我们没学它，也没人教我们，所以就没法学，所以我把这功能没了，没学会使用它，对这种浑元气就感觉不到了。我们人的浑元气，按道理来讲是最好感觉的，因为就在我们自身嘛，看自己比看别人还好看。经常那么练，慢慢一步一步它就过来了。所以这个浑元气，万物层的浑元气，因为将来以后咱们用的最多啊，接触的最多，在治病啊、搞实验呢、练功啊，都得和自身浑元气打交道。自身浑元气就是万物的浑元气，所以这里边我们对它就多讲几句。当然如果将来练功到了高级层次了，超常智能和常态智能又结合了，常态智能和超常智能结合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超常智能特性和这个常态智能特性也可以交互出现。方才我讲嘛，过去练功的人刚刚开始明心见性之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所以那时候呢，明心见性之后他是不好说，那时候觉得是世界很特殊的，就非常惊奇，都觉得很惊奇。但是慢慢的呢，功夫再长了之后，和常态智能结合了，又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也可以照常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呢，超常智能和常态智能，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过真是到了真正的明心见性之后，那时候那个人应该就是有了意识上的自由度，当真正又返回来，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见人又是人，看自己又是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超常智能来直接统帅自己生命活动了。当然呢，还需要继续锻炼了。我们这么讲啊，讲这个万物层次回旋器啊，那还不够，因为万物层次里边呢，物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气功高度来分呢，最少它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无生机的物质，没有生命的物质，一种是有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有生命的物质它是需要进行新陈代谢的，无生命的物质呢，它就是基本上不和外界发生作用，只有这个样子才能保持它自身的特性。你比方说我们找一个金属，金铜铁锡，你无论哪个一个元素，它要想保持它原来特性，它就不能和外界起作用，一和外界起作用它就变了，铁和外面氧气一作用变成氧化铁了，它就不能和外面的物质去起作用去。我们讲说万物层次回旋器，这个物质有回旋器，这儿有回旋器，它这个回旋器和它这个回旋器不能上一块结合，不能去混去，一混物质就发生作用了，发生变化了。所以那么说这样的，这样无生机的物质回旋器它怎么来的呀？它不断怎么来的呀？那就看还是单纯物质还是复杂物质。不过在咱们回旋器理论里面呢，单纯物质也不单纯，元素一个铁，一个氧，一个碳，无论是谁吧，哪种元素，这个原子来决定元素了，是吧？这个原子除了氢以外，都是电子、中子、质子来这么来结合成的，质子、中子形成原子核，电子在周围。它那个元素它本身它也不是单纯的，它是由更基本的物质，更基本的这三个东西它们形成的。那么这三个东西怎么形成的？从现在我们来说呢，我们来讲呢，就说是这三个东西，就是应该是说从回旋器，从比较原始的回旋器，他们那儿化合，一化合，化合的形式不一样，而呈现出来这么三种基本粒子。虽然还有很多现在粒子加多，说发现很多了，问题非常，那个时间都非常，有的时间非常，时间都比较短，非常短暂，真正的时间长很稳定的这个子啊，这个量子的就是电子、质子、中子，就是三个东西，其他那些个量子时间都非常短，啊，都非常短。有的是一生出来，从电子计算机上才查得出来，非常微细，一刹那很快过去了，那个变动不居的。所以说这三个子，这样呢，就是他们是从应该是从这个原始回旋器这么过来的。那么原始回旋器转成这个子了，像这三个子和具体的物质
也还不一样，也还不一样。就是这三个子，他去组合去，三个子去组合去，然后就组合到了不同的物质。组合形式不一样，物质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拿这三个基本物质的混元器，我们也打比喻，可以怎么打呢？可以这么打，是电子、质子、中子，就可以把那个质子，咱们这不是带阳电吗？实际来讲的话呢，它应该属于那个阴，讲阴阳的时候，阴阳化生的时候，那个阴，阴中之阴，变成有形的东西了，形式更多一点。电子，它是带的是负电啊，带负电，它怎么样呢？活动性非常强，它就相当于那个阳。那个中子就像阳中之阴和阴中之阳这两个怎么一结合，就相当那个，像这里边就相当那个是过去讲的那个二生三，那个三啊，那个三原来是太极生阴阳，叫一生二啊，一生二。然后就是呢，因为那个二的时候呢还没具体形，只是个正电负电，像咱们也打比喻的，像那个正电和负电合，它就连这两个东西生成个一聚，聚成物质了，形成个三。这是打比喻啊，打比喻，可不能就是它，一就是它就坏了啊。那这个三啊，这个三，因为这个三呢，它是开始有了质量，但质量和咱们这个一个原子质量还不一样，因为它本身这个质这个量子里边都有它的波动性啊，有是粒子也得有它的波动性，都有它的波动性在里边，所以它是个过渡的啊，它是过渡的。所以拿这三个东西集合成有形的东西，集合成有形的物质。所以每一个具体的物质，单纯的元素，最简单的物质，都是由这个原始混元器这么聚合而来的。所以这个混元器一聚合形成物质了，形成了一个阳，形成一个碳。它那个结构怎么排列的？它的数目有多少？一个是形，一个是相，一个是数。它那个形象什么样子？都是数目。所以古人为什么说强调说这个数是也这个数目的数啊？这个数学咱们说数目，一二三四五叫数。这个数也是事物的先天呢。咱们中国是数学数。就是因为这个数，你不同的数，这个性格就不一样了。你在原子里边，你这原子里边的质子多少，中子多少，电子多少，有了不同的数，物质就不一样了。当然还有一个相，一个数以后还有一个排列，还有一个排列的问题啊。当然数目一样，排列不一样，属于同分异构体了，就那属于那同位原子们属于同位素了，分子属于同分异构体了。所以这个数目，这个数字和它具体的相都是不一样的，它都决定这个事物的性质。所以这里这个数字和这个结构形象还有那个本质，这三个结合到一起之后，就形成了这个原始混元，这个具体事物的混元器。它排着什么形象，它有多少数字，加上它是用了多少子，它那个还那个还那个含有的那个咱们原始混元器的数目量数字性质，就决定了它这个具体事物的性质。它的整体混元器就是什么东西，它先形成这三个东西，先形成这个，然后变成有形的，形成无形的，变成有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之后，好了，它就不动了，它就不变了。当然这里边它也还有它自身的活动，像本身的涨落活动啊，或者是说自身的在大自然这个界的这个电子的一个物质进去，电子要出去，它吸入的电子和出去电子都是相同的，是等数的。所以这个变化那不是和外界物质发生变化，
那不是和外界物质发生变化，因为它是它基本元素的变化，但是基本元素的来往的问题呢，各位，在这儿就它是不变的。所以无机物的没有生机的混元气，它是不变的，不和外面起作用的。这老师呢，无机物不还多吗？化合物也是无机物，是绿，没有绿和钠一结合形成了氯化钠。氯化钠呢，它也有了它的整体性了，因为氯化钠那个钠离子既不同于金属钠，氯离子也不同于氯气，它就把它原来的所属的局部特性都丢了，没了，一结合形成个氯化钠一个整体了，氯化钠一个整的了。这里什么呢？这就不是从原始混元器来的了，就是从简单事物混元器来的了。因为氯是一个元素，这个具体事物，所以万物的一个物，简单的物，钠也是万物的一个物，这两个一作用又生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氯化钠。氯化钠这个整体当中的钠和氯都得服从氯化钠这个整体，而丢掉它作为独立物的时候，它那个性质就丢了。如果氯化钠再和别的再起作用，好了，氯化钠有没有了？所以一个氯化钠本身是一个独立事物了，是个复合的独立事物了，它也不能和外面起作用，和外面一起作用它就变了，就这么个问题。无机物它要保持它本身的具有的物质特性，它那个混元器就不能和外面起作用。所以讲的后面我们还要具体讲这个问题啊，以后还要全面讲啊，大家这么说一说。而在有生命物体里边，有生命的物质，这样的万物的混元器就不一样了。有生命物质的万物混元器，它必须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也就是说它必须和外面的混元器来起作用，把外面混元器拿进来和这一混化，混化之后把废物的排出去，这就咱们说的新陈代谢。这个生物的整体特性，或者说生物的混元器，它这个整体特性是在和外界不断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当中来维持的。这就是生物和非生物的万物的混元器它的根本不同点。根本不同点在哪儿？那个是不能和外界起作用，一起作用物性质就变了，整体性就没了。而生物混元器呢，必须和外面起作用，起作用过程当中维持它这个特殊的整体，维持它的平衡。这就是和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生物它有生命性了，有了生命性了，它自己要维持自身的整体，它自己来组织自己的，把外面东西拿进来归自己，保持自己的整体来，这么紧新陈代谢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对于生物这种特殊性，那我们练气功得特别注意。注意什么呢？就说生物的混元器它不是简单的他自己本来具有这个混元器了。咱们说的非生物这个物质，他那个混元器就是他生成他物质，这个无形混元器就变成他的物质，这个这个有形之物原来他的混元器这个样子，他这个混元器一变进去了，成为他了。这是无生物，无生机的。有生机呢，不是他有这个，原来他这个东西生成他，生成它之后它又和外面起变化，起变化维持它的正常。所以我们练气功的人就把它原来生成它这个混元器，这是它是它的混元器，管这个它的混元器就叫做它的先天气，管它这一部分属于它的先天气。它也形成它之后，它再和外面进行交换的来进的那个气就叫做后天气。这个先天气和后天气再怎么一混合，又成了它本身的生命的混元器。
所以生物的浑元气，它就是从先天来的气、后天来的气，这两个气一混合，表示它生命能力性了。但是我们讲先天来的气也是浑元气，后天来的气也是浑元气，这两个浑元气一混合，就成为这个生物的浑元气了。植物和动物都是生物，但是植物和动物这两种浑元气也是不等同的啊，也是不相等的。因为那个植物啊，植物一般来说呢，它就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植物只要生长就固定在这儿，它固定在这儿，它那个生之后取后天的这个气，它就在那儿一方面取地里边的，一方面取空间的，这个空间嘛就成为天了。咱们呢现在话来说，有空气、阳光，下面有水分、有养料，有水分、有养料。因为这个有形之物的，有形的这种物，它都属于高级的了，到了植物它更是高级的了。因此呢，它可以借助比它低一层次的那些具体事物当中的浑元气来充养它。当然它也可以运用大自然界当中的浑元气，但是呢，由于有形物质的简单的物质，它已经是凝聚的浑元气了。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养料，氮磷钾、氮肥磷肥钾肥，它是有形的物质，可是它那个物质呢，它是得把无形浑元气凝聚起来了。因此那个植物就可以从凝聚的物质当中拿到更多的浑元气，可以从凝聚的物质当中拿到更多的浑元气。这样的话呢，形成它的浑元气变成它的有形之体。对待这些问题，同学们要明确认识这个问题啊，不要认为说吸收浑元气，以为那个只是吸收无形无相那个浑元气才叫浑元气，但不讲有形有相的物质都是浑元气的表现呢，都是浑元气的表现呢。所以它吸收这个有形有相的这具体物质本身也都是浑元气。空气当中的氧气或者二氧化碳气，它也是浑元气的凝聚表现。而阳光呢，那就不是了啊，阳光就不是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对植物它吸收浑元气是这么来领会，这么来理解。而植物的浑元气它主要和外面的浑元气起作用，是先是用气和气起作用，而影响到形，主要是从气起作用而后影响到形，那个形体生长是这么过来的，它是气影响形的。动物呢就不一样了，动物它开始有神经喽，有神经喽。这个神经它已经不同于植物的那种简单的反应了。植物它也有反应，拿那个含羞草，植物里边含羞草是最明显的了。你拿手一摸它，这花儿，它就开着花，一摸那花，哎，含羞草，它害羞了，它把脸折起来，它收起来了，那个叶子都可以一摸它，它蔫了，害羞。实际的情况什么呢？因为拿手一摸，它就把里边水线、水的有线碰，那是一种反应，对外界一种反应。当然，这个含羞草是反应最明显的了。动物就不是这么简单这样的反应了，因为那植物你碰了它的那些营养运输线，这么起作用的。当然现在呢，西方也研究了，说这植物，假如养一盆花，
你要回家，你高高兴兴，说那花也高兴。当你愁眉苦脸的时候，那个花也不旺盛。不知道有人观察过这个没有？别人倒霉的时候，家里边种什么也长不好。别人种长好了，他人种长不好。什么道理呢？西方说，说植物也有感情。我们说不是植物有感情，这叫浑元气，叫浑元气。因为这人高兴的时候，你高高兴兴，这个浑元气里边生命力强，生命力强。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它里边的生机强，就是它可以，这浑元气这个，或者我们讲浑元气特点，还要讲这些问题啊。它那个通，它那个冲进的气，啊，开发的生机，这么个问题，不是它有感情啊，不是它有感情。所以现在浑元气这个理论呢，解决了我们普及之后，现在科学里边很多。现在是迷惑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植物这个样子。那么动物呢？有神经了，有神经了，它就有自主性了，它就有了自主性了。这个自主性，还有它的运动，它不仅是一个形体的生长，植物主要是形体生长，心里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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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动物不然，动物有这个长，哎，长长长，从小长一直长长大了。他长他还利用他这个个体他都会动去，那植物基本定在那个地方的。而且那个动呢，它还可以有自主性，这动物可以去找吃去，去找去，去找去。植物在那儿等着，完全等自然的。动物呢也是要靠自然的，它可以找去，这儿没有跑那儿去，那儿没有跑那儿去。植物你种在这儿就是这儿，住在那儿，在那儿，你这儿土地肥沃，它长好点；不肥沃，它就不长。动物不是，这儿没有，跑了，跑那儿去了。有了自主性了，有了自主性之后，它里面那个气也有了动态性了，它就不仅仅是附着于形了。植物的气都是附着于形的，那个形怎么长？一长长长长长长，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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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啊！那个气跟着它，就随着它这么动的。分布好了之后，也就不动了。当然呢，这一天有太阳没太阳也会有点变化，这个变化是随着它的，要随着它。你只能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起变化的。动物不是，动物它那个气要随这个形体去变化。分布，可是呢，有了意念了，它啊，动物还不叫意念，有了神经活动，有自主性了，它一动，里面的动物它要跑的时候，它一跑，腿上就气儿多，腿上就气儿多，它不跑的时候，腿上气儿就少，它里边气呢，可以随着它的主观的活动的时候，有了分布变化了。只不过那个动物它不还不会自觉的主动的自觉的去运动，我说气儿那儿多，气儿那儿多，还不能做到这样子。但是动物那个气，它有了活动性，有了神的性质了。所以说，动物和这个植物也不一样，这就说明这个整个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不一样。生物界里边，植物和动物也不一样。那植物和动物也不一样，动物里边呢又有了人了，人和一般动物也不一样。我们就把人单定提出一个来了，后面讲还讲人的浑元气了。所以万物的浑元气主要是这么个情况啊。下面咱们就把万物的浑元气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说这个万物的浑元气，咱们讲浑元气是一个整体啊。这个万物的浑元气，它是个咱们前面讲是形气神，或者说呢信息能量质量，它的浑元整体。如果我们从浑元整体理论来讲，既要结合当代的科学知识，又要区别于当代科学知识，
我们也讲这个火焰整体什么呢？就是这个事物的结构特性和它的功能特性结合到一起的整体表现。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讲它，来领会这个火焰整体。万物的整体就是个万物的结构，它什么结构？结构特性，它这个结构特性，它结构的功能特性，这两个特性结合到一起一个整体，那就是整万物的火焰气。我们知道这个结构特性是事物的在空间当中展现出来的，有什么结构，它占一定位置，占一定空间，就这个结构是占有空间特性的，它的空间的分布占位性，也可是占位性的分布，它站在哪儿了，原来这样一站，这样站位的，这下这样站位的啊，它结构特性就是占位特性啊，空间在空间里边占位特性。功能特性呢，就是这一个事物的在时间上的占位性，时间过程这样占的位置。功能特性它是功能，这一个功能就必须要的变化过程，功能嘛，它得体现过程，一体现出来在哪儿体现的呢？它得通过一定的时间，没有时间展现不出来。当然功能特性和结构特性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开的啊，是不能分开的。有功能就必然有结构，有结构也就一定有它的功能，不会有一个缺一个，绝对不会的。在这个物，在咱们这个万物里面，绝对不能单有个单一的东西，什么样的结构有什么样的功能。这就说呢，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东西也是不能分的，就是一个任何事物，它既必然在空间里边站起来，当它功能一体现的时候，功能变化，这个位置就发生，空间站位就发生变化，一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过程空间要变。你看咱们这个，咱这个笔啊，原来这个样子要一变，这个变化过程有的空间的展现，空间的展现是通过时间的，这是个空间的位移，时间呢是从过去走向未来，那个走这么展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整体特性，这个火焰整体特性啊，就是这两个，你看它如果它这么过一个这个样子啊，这也是一样啊，这就往后一收，从这儿到这儿，这个结构位置是从这个空间展现出来的，但是呢，它也是经过了一定时间才完成的这个位置变化过。这个位置结构里边变化在时间当中来完成的。我们就是平时啊，就是日常生活都习惯了，对这些问题就是从来都不想啊。说你们搞气功，净琢磨这个干什么？这不是瞎掰的事儿吧？谁想这个本来它就是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个当个学问？学问这里边就是日常生活好多这个小的具体事儿，具体事儿里面你找出来道理来，摸它的规律，认识了它，那我们这大人就有自由了。你以为学问就离开这个最具体的事情了？研究人还不研究人吃饭？研究人睡觉，研究人长，从小时候长大了，长大了得长老了，再长得长死了，不就研究这个吗？这人不就多少年了，这多少千年多少万年不得这么变化的呀，就是研究这些个东西，得找出些道理来。所以这个空间特性和时间特性，一个事物的整体性，大家总觉得不好领会不好理解，实际上来讲呢，我们认识事物，你就是在这个空间和时间里边来认识的。但是呢，这个认识
空间这个位置好认识。一遍，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样子了，咱还不要说这个吧，这个东西要是随便变的啊，随便变它，就绝对不大行，就是有点这个脑子就不好转。拿给一个树来讲，咱们想想咱们自己家里边，谁家有小树，或者谁种过什么都这个植物，一年种一棵植物也好，你种过一个种子种下去，发芽出来，生根发芽，慢慢长茎，长起来长高了，开花结果，一年生的植物死了。